没想到辛苦的排队居然功亏一篑，是个误会。一个女人带着我们三个小孩来台北排什么？排这个龙年的纪念币。我们全家是已经躺在地上睡觉。九点银行开门了，最后一组卖完了。排错银行了，那个旺季的时候那个排好长，连进去都要排。剩下中在阿炳，排谁？今晚九点，东森超市圣十三频道。我就问你正常吗？